惦记咱爱的天顶，写咱名字，祈求万事平安顺心。我表演上线了，我会拍袂安尼。哦，演这么野笑。来，咱开始拍袂水果，欢迎大家参加竞标，150,000起标，发起。我出160,000。我出1,650,000。嗯。我出1,800,000。出1,850,000，工会军，你这个细姨啊，敢讲真正是无够看的，一摆才加一个50,000尔，你真正是做袂上势。安怎？我爽，规定我时间真多，豆豆啊，甲你拼。我无时间陪你耍，我出200,000，安慰我，你难是。多几个麦克，有追个西瓜，那是付出表演，你的浪费啊！相公我无钱，我就是要用上佳价差拼赢恁，甲恁压到底。凭你啊，想要把我压落地，你真正是阿婆啊，生囡仔，我煞袂记哩，早都已经生袂出，哈哈，我出230,000。加油！讲的什么笨手的，一定用参考，我一定变赢你。我出250,000。你快滚！你咧话伤紧啊啦，豆豆来就好啊啦。哎，你咪吵。刚回滚，你豆豆我来啊，我要先啊追。飙起来啊！挖出200,000，挖出300,000。慧君啊，阿天来花这悬啊，你别给我交代啊！你放心啦，我拢已经出到这悬了呢，我都唔信刘姐有胆，我敢去。我若是无做好准备，我哪敢来吃飙水果？听好哦，我出350,000。哦，花个350,000嘞！哇，赞啊！哈哈，这口刚回滚哦，你这个爱领输啊哦！唉，这个叫是假死，我无可能领输，加油！小白无路可顾，我绝对会予你这个台生阮囝的凶手得意。我今嘛要出死。哎，慧君啊，免阁加计啊啦！哎呀，三奶，你莫甲我动啦！我即个后阵要替陈浩出一口气啦。安慧君，你若是救小好，继续花落去啊！江伟君，安尼就对啊！你继续画，上好是画到400,000，死到你都要哭无目屎啊！哼，你就是讲我唔打，
我今嘛特别出。哎，好好好，你莫去画啦，你吃三台的啦，你去画落哦，那了钱啦。哎呀，你莫搞我动啊啦！我这届哦，就变赢这刘家的渣男啦。我出戏。你怎么了？你紧搞放开啊！你两那安尼啦，那画给画到给要出落诶！我人还搁是假呢。咱今卖真好卖，已经出价出到350万啊！有人要画无？还350万一声？江伟坤是咧创啥？伊毋是要甲我拼输赢？啊那向阳拢无出声。江伟坤那毋出声啊？刚才落去，咱真正会飙到呢。江慧文，你是惊到啊？是安怎来继续画落去啊？明日从十点，阿是要教我拼输赢。你這樣的話不用想要替你們兒子出頭了啦，你喔還是比較早睡的靠邊，你是拼不贏我的。真的，你趕快放開我，要跟劉家的化解啦。我這次絕對不再放手了。哎呦，真的你來給350万兩聲，有人要聽嗎？我要出事了。已經兩聲了，誰在這口江慧君還不發聲啊？江慧君，你怎麼話聲啊？敢講你甘願輸乎我這個家裡的好事阿樂的渣男啊？在地大龙王出声啦！你是电脑派去，还是你去惊着啊？电脑都无派啊，水果袂跟你讲话咧。我无人要听啊吼！350万三声，恭喜咱真好买卖场得标。咱得标啊！咱得标啊！那有350万，加一百块标落啊！啊是！吴局，吴局，我来，还用我的头壳啊！啊，不是，还够像。哈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像，我靠！三太，拢你啦！哎，拄好搞，你想要变来搞懂啊？我拄只都有人传简讯给我啦，讲这拢是刘家用的诡计啦。来来，恁看嘞。好汉物流有司机染疫确诊，无法出货。刘佳瑶趁机抬价，要让金满意高价得标，血本无归。哇，这刘佳那只空啊！这消息敢有影？啊，恁都拄只已经看到结果啊，不是？熊三太啊，啊，这简讯像传到你啊？还够像，绝对是我安排伫思思身躯边的张婷啊，对啊吼。
嗯，你歹讲哦，你拍卖代志，张婷是了解啥？我看应该是 Kevin 啦，一定哦是看袂过刘家在所作所为。啊，我大人讲哦，我是伊初恋情人。啊，一定哦唔敢哦，我叫刘家创空啦，唔只哦搞我斗三工，偷偷啊传简讯就上台。这要怎样上传？迄唔较简单对无？就问迄个收到简讯的人就知啊。三太，你是毋是知影上传了你的对无？这我嘛唔知影啊。啊，不管是什么人，我想应该嘛是徛在咱这边咧斗小天的好朋友啦。哦。嗯。我一辈，这么回妈无赚着钱，我而且该了钱了，甲痛苦啊嘞！哎，我你是要做啊？你来啦！喂，你这个大指头啊！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叫你莫伫个上班的时间来这找伊，你即马是安怎伫这啊？你即马是无看到小瑶瑶头毛咧烧是无？哈？啊，搁伫遐啰里啰嗦吐皮甜。你即马是安怎？啊！你是安算账袂哈？咱即马卖场哦，来客率遐尼低，你安尼做是要怎会趁钱哈？而且即马替咱送货，迄好汉物流因的司机有人确诊，根本就无法度替咱送货。啊，到时若真正有人要订水果，咱袂付上，啊，可能就要赔人钱的。啊，你安尼哦，真正是找麻烦呐。讲迄卖废话，我当然嘛知影。小瑶瑶本来就是好意啊，啊，想要甲建小画馆和优山台真满意标着，这等于后来无画。哥，那是真正无多少，就只会当弃标尔，即马就该当安尼做啦。弃标？安尼压标金会互人没收去呢？弃标只是用没收这一百万尔。总比爱付350万较好啦！什么叫做才100万呢？才100万你要存？刘佳瑶，你唔若甲卖场哦乌白母啊，今嘛佫带这个查某来办公室乱来，我这届若无好好甲你教训哦，我就跟你死！不是，哥，我搞啊！这摆客运等伊哦，一定会甲客户斗啊，甚至会甲我为总监一定会救落来。拜托，你给我斗三工一下好吧？我是要安怎甲你斗三工？你家人先借我100万，先甲这钱甲补起。安尼哦，客运伊就袂甲我赶出去真好卖啊。你甲我交情遐尔好，借你100万，迄当然嘛无问题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啊，我的利息足贵，吼。你敢听会起？是讲你若听袂出来哦，唔是以身相许当解决的呢，是用断脚断手的。啊！我系做唔甘的呢。嗯，你也是去别位哦上班过。哈！啊，我即马要来转来，该停停手过。不是，你别生你啊，小姐。讲袂春秋。哎，别个叫你我爱心话。是要安怎啦？这个文章甲娇纯的代志，让文章对我做无谅解。今仔日是文章的生日，我来做几项啊，伊甲伊食的菜，好好替伊庆祝一下。文章，你回来啊！妈，文正，你带伊回来，咱家是不是创啥？妈，
我会记得今日是哥的生日，我找我的男朋友来泰国做庆祝啊。阿姆你好，这是给文章的生日礼物。你真正是奇怪呢，刚讲你唔知我无喜欢你，我嘛无想要你欺骗我的查某囝。妈，我知影你伫因为赵崇生的关系，在烦恼哥甲大嫂的感情。要不我今天回来只是想要跟你说，我跟崇生两个人真认真在交往，他不会跟大嫂有任何关系。不管怎样，我就是不答应你两个人交往的啦。妈，好啊啦，我已经很烦的啊，不要再回来了好不好？我现在看你们两个，我就痛到痛了。出去啦，出去啦。妈，你们这样。出去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。妈，你这小妈妈，啊，你哪在这？你在这刚好，我有一个事情要宣布。我跟这好好，而且我也决定要重新举办婚礼。啊，这样很好啊，哥，恭喜你哦，你就是欠大嫂一个正式的婚礼。李先生，嘉顺，恭喜你，你若是愿意，我一定去参加你的婚礼，让你上信心的祝福。有事，崇顺，感谢。真正的代志是我无够理智的，别来讲啦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就爱嘉顺的。嘉顺的人生有你做伴，我今天感觉足欢喜。我希望你能支持这决定。您讲好就好啦。阿哥李文正，我不准你哦，跟那个查甫人交往啊，因为伊哦是你大嫂的金未婚夫啊，那恁关系哦小怪复杂啊。妈，你安尼敢毋是阮老观念？我老了啦，我讲的话哦，你拢无要听啦。好啦，你少年人哦，想要安怎就安怎啦。啊，不过见过你哦，你还甲我摸清楚哦，伊到底哦是毋是对你真心的啦？我再看哦，伊是咧甲你搬戏的啦，伊心内哦也够有嘉顺弟的啦。无可能，伊的心内只有我。啊！你去学查甫人骗遐尼侪个，侬骗唔惊唔？两个人拢做到安尼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卖阁怀疑啊？阿姆，我对文珍是真心的，我的心内除了伊，无其他人。我知影你对阿是无谅解，不过我嘛偏见你。无甲你聊了，我先来。生日快乐！多谢。我先来给。啊，我先来。喂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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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你哈。妈，想卡来。啊，着管理员卡来讲，迄水蜜桃送来啊，啊叫咱去楼骹摕啦。水蜜桃送来啊，这么紧，文章你去摕。好，等我。好。
你是不是应该跟家传讲一下？家传，我妈，我无代志啦。妈，你看，这是二百超音波。妈，我算过啊，有这囡仔日子是伫咧因两个人小林进前，所以你唔免阁怀疑哦。家春啊，你是咧白鸡啊？我有买鱿鱼啊，我知影你白鸡的时阵哦，一定拢想要食迄烘的鱿鱼，我即摆来烘给你食吼。妈，我无代志啦，我知影你是真正把我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囡咧疼惜。是的啦，我真正不应该对你讲遐气话。家春啊，是我对你较歹势啦，我不应该怀疑你哦。做出对不起文章的代志啦。啊，不要紧啊。我细汉时阵嘛，甲阮妈有误会过啊。啊，阮妈吼，知影阮两个是误会关系，啊，伊有把我吼，甲话讲互开，然后阮就好好啊。既然我甲你当作是家己妈妈，即摆咱甲话讲互开，咱就应该好好啊，对不？妈。这真正是我上欢喜、也上难忘的生日啦！家春，你先坐休困，啊，我来烘迄鱿鱼给你吃哈。妈，免啦，你甲家春哦，拢坐休困，这代志我来做就好。我先来。妈。最近看你讲我甲我客气，拢无甲我笑眯眯，我真正是足想你的呢。歹势啦，哎呦，我今嘛阁计算金孙啦，啊，唔知哦是查甫啊查某呢。来讲啦，不管是查甫啊查某。你先讲，女士用心。你俩不爱讲，我都不爱讲。歹势啦，阿杜姐向我来做，一定让你惊着啊。不过我受着家纯才来做的，啊好佳哉哦，大家真正拢有相信，我对家纯真正拢无感情啊。两个人嘛好好啊，而且我被重新办婚礼。我想嘉纯，你就欢喜。你干嘛要那一直嘉纯、嘉纯、嘉纯？我不是搞过伊啊，我是在做烦恼伊的代志。你是不是在生气？我拄只向我家己讲。你这戆大呆，我是要气啥？用过你明明看起来就是在生气啊！无要紧啦。哎，进前哦，妈爸甲我斟过啊，哎，一人一间，足公平。你敢只只俩尊，咱是咧比赛相声爱着相。那有，啊，你唔是讲你绝对无可能爱着我？我的气氛都互你破坏了了，戆大呆。你要紧无？免你管啦！你想回去啊？我公司还有代志要处理。啊，是讲你最近拢睏无好，安尼身体敢袂堪诶？无变安怎？你要替我做工课？好啊！为着要感谢你想出这么好的方法，让因两人好好，而且我即马手头结束，明年结束啊，我就去你的公司跟你斗相共。现在里，赵崇生，明仔载透早十点，
来我的办公室报道。这个伯啊，歹势啊！啊，即摆阮公司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到运作，所以我这指标啊，该当拜托的，请你看在哦，这事实的面子上，卖搞我的压标金收走好无啦？哪有可能啊？为着公平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把钱退给恁的。好歹给我讲一遍。啊，相拢同款啦！恁若无爱照规矩吼，后一批货恁嘛免标啊！这我来处理的，好。白吧，徐哥伯啊，你慢慢打仗的，啊嘛安尼啦，我会当介绍其他的厂商哦，有缘的接手恁这批货啊。免你介绍啊，我已经找到人接手啊。你已经找到人接手啊？是啥？徐哥伯啊，柳三台江伟军，刚刚接手这批货的人是恁啊？无唔对。就是阮啦，这都要多谢恁啦。若不是为恁起标啊，阮嘛无可能用底价啊，接到水果被人接批回来。哦，拄仔迄批水果我已经看过，真是有够水有够甜的啦！迄绝对哦，会当予咱金满意业绩愈来愈好。水果饼，多谢恁嘞。我的水果本来就是品质保证，这无啥啦。我先来保养。哎，水果饼。恁家的人啊，哈，竟然敢抢阮起标的物件啊！无啦，大只头啊，啊，这公平竞争的物件对无？你看咱无欢喜，你嘛是要接受啊，你也风度啊！接受你一个暗示啦，就是你当面后面发给我才起标的。哦，哎，你哦，爱卖咧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啊，你明都知影，你司机都无法度载，啊，佫超故意哦，要天价少，互我用关键个标着。吼，啊，即摆我无中计。你今日都生气，你笑死了！啊！你笑看卖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哪知我这边无输去人上？是谁跟你讲？啊！即马新闻大家拢在讲什么确诊者的足迹，然后那有输到同安路，老什么人跟我讲？我看新闻就知影。你看新闻就知影，骗笑的！骗笑的！我这边司机确诊的代志，我拢已经甲封锁起啊，绝对无可能泄露出去。一定是有人甲你讲袂对啊，是啥？哎，杨氏物流甲好汉物流是同业啦，所谓司机互相拢有熟识。你廖尊公，你要封锁消息会啊？你敢担心无啊？对，进前好汉物流对阮杨氏这边啊，乌走几下的司机咧，对无？即摆走过，每一个人休息到要死咧，伊连讲我出死人头面，我讲啊，无紧，恁要转来会使，哦，爱先隔离十四天哦，检验无问题才转来。你莫在那咧讲一寡话无，我才无咧信。是毋是在你啦？怪就怪你家己，无才调硬要手表啦，才会小贪软鸡人。有三台，莫太过有自信啦。就算这批水果，恁表弟又该安怎？嗯，是不是有法都卖出去，搁是另外一回事。思思啊，你哦，唔通去听刘姐话哦，啊要出后背来对付阮啊。啊，若无等你真正灵魂哦，校正回归时阵哦，哦，你是搁是咪弄？叫你头啦，我全部杀了！哎，思思，抓紧去啊！台湾是有法律的，你若是搁安尼乌白来，阮就报警啊！你去报啊，我才无咧惊。以后要教新人，有诶是机会。即卖上届对啊，就是紧甲迄个将咱消息上到杨三台，知影迄个药饼抓出来啊。是讲恁哪会当确定咱内底有药饼啊？拄则江文君家己无说伊讲出来啊，根本都无人知啊，咱司机确诊诶代志。所以我看一定是有人甲伊讲诶啊。若是互我知影是谁讲，我绝对袂放伊死。你想啊，这药饼是谁啊？会使着讲，一定是 Kevin 诶啊。Kevin。伊是你的金主诶，佫是你的大舅啊！伊是安怎变来做？你看我无想讲，想要我歹看，
虽然讲伊是我的大姑啊，佮是金主，不过伊早年想要搞伪装经理为救，加上哦，伊佮好汉物流佮有熟，而且佮是江慧君的初恋呢，所以想来想去，就只有伊会佮江慧君讲。这个 Kevin， 有影就超过。还是讲你这个事个遐尔歹看，竟然是互身躯边的人设计，你哦，做人真正失败啊！无啦，这哪会使怪我？这拢是迄个 Kevin 伊家己放人收下，好无？我迄天哦，指标结束了后，就走我房啊，先等咧后面咧。哼，这一切哦，拢是家己在自导自演。既然知影是 Kevin 一个人，安尼就好处理啊。安尼搞好你啊！我忝嘛，我要先倒来困。安尼暗时哦，才有天来咧唱歌。拜拜。无啦，小智，我那小婷婷哦，手头够好，安尼管拢袂住。说说去，我跟你去帮忙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嗯，我知影是。嘿，嗯。嗯，有记好啊，好，拜拜。喂，是，嗯，我拢已经有看到，也毋过目前的配送量超过负荷。嗯，上好是甲活动的时间给我得，啊，用限量抢购的方式去做，好。好，我知影。弟弟，有啥物问题，即个打电话。嗯，先安尼。喂，是林董诶，你即卖货运哦，我拢已经替你做好规划。若是即个问题，会当用二层接驳的方式来做。嗯。稍等一下哦。每日配送量哦，我不行。是林大爷，还谁哦？嘿，哦，看到，嗯，以我目前的能力，每日的配送量会当予你五百个订单。是，好，没问题，真多谢你。好，再见。赵先生，多谢你，你拄好摕到我要找资料。嗯。虽然讲物流唔是我专业，不过一寡简单物件我是看有咧。反正咧无过今日啦，反正我今日嘛无代志。你有啥物较好处理的？搞我，我跟你斗相共。感谢你嘞。嗯。真多谢你嘞，我真正是不应该，有咩运气啊？啊无，你先过来先。这两份资料啊，店面拢有受理，你替我看卖呀。那有问题所在，用红笔改画起来，收落来，就给我处理就好。好。Thank you。嗯，没。就是讲，李文章跟嘉纯已经和好啊。咱是不是没有继续工作是咱的朋友啊？无喏，起码我妈妈搁咧怀疑咱是不是真正咧搞，所以咱当然嘛要等到无人怀疑的时阵才向向宣布分手。绝对无人会想到我会安尼做。是这样。啊，威弟啊，你得听我的对啊，好。是，经理。嗯，等一下，我再请你啉咖啡。嗯。哎呦，
我眼睛毛够让你我白手啊！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睫毛师都唔敢来咱家替我做睫毛，我嘛唔敢过去一下。啊，我，哎，弟弟吧，哎唔好啦，哎，我先看看。啊。刚洗的。啊。嗯，没看到呢。我替你分一下好啊。嗯。啊，哎，拍摄，我们啥都没看到。不用这里，我来做。谢谢。哎，爸，小哥，阿你哪来？哎，爸好，阿哪是你啊？啊，你之前敢不是讲你甲文珍咧谈判代是假？啊，拄则恁两个在伫遐咧。对啊，少年大人，你讲你甲李文珍到底是真真假假，还是假假真真？我哪拢看拢无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呀？啊，不是啦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。我唔对，代志确实不是你想安尼。一开始，我是真正咧假做交往，也唔过即卖已经假戏真做啊。嗯，真正咧交往啊。重生，你即马着甲恁爸爸承认，咱正式的交往啊！哎，敢讲恁两个真正的交往啊？嗯，真正的交往啊！哎，啊恁两个呢变来变去，我真正是看个无啥啥嘞。是真是啊。八方啊，啊！你之前敢不是讲文珍伊的脾气歹，你无可能甲伊做伙啊？迄是因为我甲赵重生相处了后，我发觉伊真正是一个难得的好人，所以我绝对会当放过这个极品嘛，就决定要好好啊甲伊交往。海哥，请多多指教。我看你的条件，嘛算是袂歹啦。好啦，八方若是用诶，好好甲你交往吼，安尼伊就袂阁为着家传你伤心啊。这嘛无算是啥物歹代志啊。你若是要甲八方做伙，我是无反对啦。也毋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啥物条件？就是我敢会甲你拜托者，莫参像恁妈妈杨美玲同款的啊！见拜若拄着啥物无顺心的代志，就如如袂煞，还拢无咧讲道理的。无啦，啊，阮妈是一个明是非的人啊，啊，只要甲伊好好讲，伊绝对是一个会当替人设想的人。哼，上好是会替人设想啦。杨美玲是我所见过哦，上介女的查某人啊。亲像顶摆哦，那不是伊甲我讲哦，伊甲嘉纯当作是使用人咧吵架，我唔才许害到误会伊。好啦，爸，啊，即摆啊，李文章甲嘉纯就唔跟咱家好好啊，啊，咱就莫去搅扰伊的生活，啊，较免哦造成伊困扰。我知啦，啊，既然你即摆已经有新的对象啊。嘉纯甲文章嘛已经和好啊，因的代志我当然嘛无必要搁伊管啦。少年大，你交女朋友，我真正是足替你欢喜的。啊，不过你也知影哦，虽然李文珍身材甲条件拢袂歹，啊，不过伊的个性真正足扯的，你千万唔通回伊拗落底哦。我老车，你讲看没啊？我倒位咧车。无啦，我唔是讲你请查某的车，我讲你头车爷爷的车啦。你今晚去跟我讲一遍，这是我的办公室，你跟我讲看嘛。李文正，阿聪哥，谁跟你讲生球啊？谁？
生，你莫生气啦。我知啊，春哥是咧讲生气，我袂甲伊计较啊。好啦，看恁的感情这么好吼，啊，拄则搁伫遐咧，啊无安尼，我莫甲恁交流啊，我来走啦。是啦，海哥，我那雄雄感觉安尼气味寒，啊，唔知是冷气放伤强啊，是安怎？咱起来走啊！听你安尼讲嘛，是有影。我家母陪强去夹个，行。海哥，你莫就急要安尼就走啊！啊，你专工走来一撮，我会歹势呢。嘿，无要紧啦，做恁无闲吼。那公司的代志，连工再搁讲。我们先来走。那个孙娇，强哥，孙娇。啊，为什么在分班面头前还阁要继续过啊？哼，搬戏台搬几套，啊，若无就会去有人看破脚手吧，是吧？啊，是是，你讲得对。啊，我阁要去会议室开会呢。阿妹，当拜托你替我提资料，拜托拜托。啊！赵先生，等下我要叫隔壁外送，你敢要啉？好啊，多谢你。你看看我，没事啊，不要紧。管大爷先上管啊。之前管大爷有较淡薄管啊，系啊。啊，你有去闹着无？无啦，多谢你。交往的人，哪有可能讲话这么客气啊？伊两个人啊，一定是假的啦！我先把线索弄起来，到时阵哦，文真就无话讲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雄雄收到了，啊，即马尾鱼季就要到尾声咧，那安尼吼，咱的鱼货量就会增加。啊，刷落来栽培上货量也变多，我看哦，也是爱甲文珍交代一下，安尼伊嘛通啊有一个准备的。哟，我拄则袂去甲你提醒这件代志啊。唉，虽然北方甲文珍当咧谈恋爱，唔通去甲因交流，也毋过吼，这件代志哦，也是爱交代好势，安尼较会安心啦。好好好，咱即马就等去甲文珍交代这件代志。好，快点。海哥，那人敢不是杨美玲？啊，伫家己公司内底鬼鬼祟祟是咧创啥？对啊，啊，伊摕手机啊是咧翕相。哎，啊，那两个敢不是北方甲文珍啊？哎，啊，杨美玲、金钟英两个是咧创啊？在自己公司那里鬼鬼祟祟，我知影啊，一定是要破坏少年大人跟文珍的感情啦。可恶啊！这个反驳又过来啊！哼！叶美玲，你鬼鬼祟祟在这是创啥？哦，你看我刚才大声是要创啥啦？要讲假死哦！拜托你，莫搁去交了北方跟文珍好无？什么交流？那我是有重要代志，要调查的啦。你是要调查啥？哼，无你是吃饱休闲，无代志通做啊？哈！啊，竟然偷偷走来家己的公司，跟踪家己的查某囝，啊，你到底是要创啥？就是讲的，啊，搁提手机啊，翕相，你当作你是名侦探美玲哦？我的代志，你莫管啦。什么你的代志？北方是我的后生哦，你跟踪伊，就是我的代志。你跟伊讲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想要创啥？我才想要问看卖哦，你后生到底想要对我查某囝创啥啦？莫名其妙嘞，杨美玲啊，
啊，你真正是烦到没有医药、哦。我跟你讲啦，恁查某囝文珍吼、哦，哎，真正是眼光足好个呢，用个甲阮北方做伙哦，迄是顶世人烧好香才有福气呢。啊，阮北方伊个个性哦，迄是整流啊，是一个纯情温柔、搁大心的查甫囝。佮我讲什么纯情的查甫人？哦，我绝对哦反对因两个人交往啊！哎，你讲我是渣男，我无意见啦。我少年的时阵吼，是有较漂泊啦。也唔过，阮八方伊是一个纯情的宅男呢，迄强要绝症啊呢！你竟然讲伊是渣男？非得伊是你的后生啊，感官拢是渣男啦！我才唔相信哦，伊有这样单纯啦！这个代志哦，我拢是安怎看，拢是有计划啊，绝对哦，无参像种戆人想的这样简单啦！哎呦，什么我戆人啊？哎、欸，你愈讲愈超过你啊！我不爱插你啊，我要继续跟踪啊！啊，不准你跟踪啦！哎、欸，你怎样那呢啦？是这个啥？你搞鬼我较累哦！你笑吧！杨美玲，你。啊，即卖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连司机因太太拢替伊传便当啊。我煞干那会用个哦，叫外送。我到底要吃啥呢？那是秋风小姐会用替我炸便当过来哦，唔知有偌好诶。对吧？弟弟来过来啊！我都甲妹妹炸便当来啦，我先算传一个给你。啊，唔知你想要吃无？啊，你若食饱，不要叫我炸汤吧。我想要吃，我当然想要吃啦。哈哈哈！安尼上好啦，我都免炸来炸去啊。啊！哎，阿弟，你拄好叫外送了。啊！对，即阵啊，阮司机和因太太有替伊传便当啦。啊，我家己哦，嘛想要炸便当过来，啊，不过就无时间煮，唔只哦叫外送。啊，你这尼啊无闲，要哪有可能家己有时间好煮物件啦？就是讲咩？我拄只我想讲哦，啊，卡苏丁啊是会当哦替我炸一个便当过来，唔知有偌好嘞。哦，想袂到啦！我这愿望哦，马上就实现啦嘞！嗯，那我这尼啊拄啊好诶，多谢！这拄好啊，这是上好诶啊！摊小金姐，恁去都无好食。啊，就芳诶啊！闻到这个味哦，就知影好食。有影好食，我看你食物件表情哦，未输敢若食山珍海味的。那当然了，你这个便当哦，已经超越米其林的等级啊。这个便当是全世界上好食的便当。偷偷吃啦，来，啉茶。多谢。秋红小姐，我爸跟你讲过，你煮的物件真正有够好吃。是你不甘嫌？不是我不甘嫌呢，全世界哦料理哦，我拢吃透透呢。只要是你哦亲手煮的，不管是你做的小笼包还是你煮的菜哦。我是吃在嘴内，甜在心内。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不是你今仔日啊专工炸便当好啊，我才安尼甲你学落的。好好，多谢你的学落，我拢感受到。假使那是逐工会用吃着，真好吃的便当，唔知偌好嘞。
你若不去嫌，无林刚和妹妹上便当来的时阵，先刷传你的啦。真实的哦，你无骗我。哎，我拢记起来啊！哦，输入电脑，输入电脑。其实我今日来这最主要，想要跟你讲，嘉纯跟文章，因阿母已经和好啊。你无骗我。我当然嘛无骗你。因两个哦，结婚了后，啊，难免哦，会安尼搭嘴口的冤家啦。啊，不过心肝内。还是感觉对方是上重要的。虽然讲经过安尼一风风雨雨，啊，不过从基本还是过去啊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哎，我就想讲哦，啊，万一因阿母若真正离婚哦，我就罪过啊。我就是惊你的组织，唔才赶紧来跟你讲的。我应该的组织啊。啊，这件代志啊，拢是哦，克罗索引起的啊。啊，即马听到因阿母好好的消息了。我是真心替伊欢喜，多谢你啦。无你到到遮，我先来走。哎，等等，我送你出去坐车啦。唔免啦，我唔是头一遍来，我跟你等伊就用了。哎，袂用的哦，秋红小姐，你今仔日哦专工哦送便当过来，我应该爱送你出去啊。你是唔同我哦，变做一个哦，唔知影礼数的中国人。好啦好啦，我你上。好，来来。哎哎，起起骨头。你要进不啦？不要紧啊，哎，拍摄。我先去洗手间洗条去嘛。哦，不。我嘛先出去洗手间哈。哦，等一下见了哈。嗯，待会见。家纯秘书是我家己的查某囝同款。你嘛讲你想要做家纯的后妻哦？我即摆就是用未来以后这个身份来，安怎？迄天我讲我要做家纯的后家，啊，秋红小姐是有淡薄仔惊着，啊，不过伊嘛无生气，啊，想袂到今仔日伊阁专工送便当来给我吃，伊敢会是回应我对伊的爱？啊，不过阁歹势讲，所以。再用这款的方式，那安尼，我是不是应该把握机会，搁一届甲伊表明我对伊的心？啊，不过我若是雄雄搁对伊告白，啊，唔知影是不是会造成伊的困扰？啊，不过我若是无等即马讲，啊，后界见面唔知是甚物时阵的。我还是别想那么多，提出勇气，冲！秋红小姐，有一句话藏在我心内足久啊，那句话就是我爱 ，I love you。气氛哪还袂出来啊？哎，你这么爱水哦，一定搁在内面西装打扮啊！美硕，阿弟在家？哎，勇啊！啊，我上便当啊，妹妹啊，你哪会走来？无啦，我来走来都忙电话，但是阿弟个 Kevin， 阿弟有回来无 ？Kevin， 你美硕，哦，你变出古玩呢？快来，快来 ，Kevin！哇！啊！不要紧啦！哎，你哪有看到安尼啦？我不要紧啦！哎，啊！你手哪还不要紧？哎，怎么哭？
你嘛？小卖怪，谁呐？我先整理一下我的仪容者。你有教因大面整理仪容啊？小小姐，你偷偷讲我生了这年头的。嘿啦，你生了真缘投啊！我你讲啊，那缘投嘛无阮穿大缘投啦，而且人又生在你家咧，哦，你都免顾虑人的感受了。哎，用啊，今麦不是比什么人缘投的时阵来。啊，不是啦，伊个人的问题，我一家己又包到要低头，个咧关系伊的面，一听到是这一人压榨，你知？哦，大姐麦你啊兴致啦，啊人拢受伤，叫你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没，啊今麦疫情严重啊，我麦浪费医疗资源啊，啊而且我体质真好。看没牌，不太紧。总经理，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办安怎？拢办好啊。啊，你是断一只脚，还是断一只手啊？我本来是想要照你的计划啊，至少爱让 Kevin 倒咧眠床顶半个月。啊，不过，啊，不过安怎？我无想到，阮拍人拍到一半的时阵，右三台较怎样的凶凶走出来。所以，阮干阿和 Kevin 受一点仔伤呢。迄起码是你讲啥？迄小可代志你也办袂好势，真笨蛋诶，够无路用。总经理，你真哪会当怪我啦？我本底是想讲要拍 Kevin 一个尔，所以我才带一个细汉。阮两个拍一个都够啊，谁知影又参台甲怎样会向阮走出来？因两个老懵老，啊，毋过脚手够足好诶。这两只袂见识老高。上厉害的是讲探宝地啊！你拳头就是安尼练出啊！所以总经理，你捌叫人探宝地啊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啊？这是白目呢！是讲怎样甲尤三台过去是冤仇人，就会到今日连阿起来对付我，真好！总有一天我一定好好教训，会跪落去我。对啦，你去找 Kevin 麻烦的时阵。刚好有其他的人，你出点想。放心啦，我较细汉，选入去 Kevin 公司的时阵哦，拢有照你所讲的，胃部监视器的所在出现，绝对袂让人发现。好啊，你先等下。好。大刀行了，请你头前来。多谢恁大家来救我，阿婆，我真正唔知道变来安怎。是讲恁哪会知影有人要来对付我？啊，敢讲恁知影是啥？啊，够有啥？啊，绝对是一个笨手刘家爷哦！我你讲哦，怕你的人哦，绝对是叫来。这有啥啦？要叫人怕伊啊？阿都，啊，都因为啊，温都家恁家爷哦，竟标一批水果啦。啊！伊用关节去标着，后来煞放弃。我有机会去接手，伊就怀疑讲伊身躯边有内奸。啊！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伊怀疑我是内奸？所以我唔才赶紧来，才要甲你讲这个代志。我要也知刘佳瑶，我卡手偌紧的，先对你动手啊！这刘佳瑶伤过狠啊！我是真好买大金主诶，哪有可能诶去做内奸？通风报信，让家己卖场哦，卖赚钱。到底是我空气还是头壳歹？你是伊的大姑仔呢？卡虽然真正叫人安尼拍你，未免受过苦。伊连家己丈人包都敢害死，迄大姑仔哪有算啥？对无？伊即摆让我变到外粗残的，只要上当月咯，伊都要死嘞！吼。咁真正是假牙？啊，经过遐尼济代志啊！看哥哥嫁袂乖。
这拢是咱要的啦，哈，嘛无证据证明啊，对不？阿哥啊，免唔过啊啦，阮伊的啦，无别人啊啦。用啊，对啦，嘛不一定啦，反正是迄客人有哦，你个人换啊，你外口讲计还收啊，人家来收你。拜托的啊，我伫外口是广结善缘的，人缘真好诶。那可能跟人计冤仇啦，真歹讲啊！进前都是有人找你的麻烦啊，对吧？我大概不知道，我你是大头家当处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敢是误会，即马解释清楚就无代志啊啦！啊，那有可能哦，伫外口哦，跟人计冤仇。就是讲，我即马认真甲想起来哦，会害我的人除了刘家瑶以外，真正无别人安尼。起来。既然你知影嘉瑶伊会对你不利的，你一定要较细意的啊！伊的心机较重啦，啊，无人知影心肝内咧想啥，而且搁再讲啦，伊即马搁甲你小妹做伙，你一定要较注意咧，那无你会吃亏的。啊，你讲的我知影啦，我一定要特别注意伊啊！哎，是讲，阮铁路，我安怎甲讲，伊就是唔听，硬要甲伊做伙，我嘛无法度。好啦好啦，要讲讲我济啦，行啦，先来陪伊啦，啊！干嘛？你干嘛？哦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啊，即马这疫情的关系哦，这边有限制陪诊的人数啦，你咱大家都无都全部陪 Kevin 入去。哎，简单啦，我陪去就好啦。我不爱你陪啊。不敬呢，我咧讲，我是无可能反锁哦，陪你入去哦，让你有机会接近你。不行。哎，安尼简单啦。我一个人入去就好啊，免恁大家陪。哦，嗯。不过嘛是爱感谢恁大家陪我来啦。哦，多谢。确定哦。谢你啦，谢你啦。啊，我看我陪你去啊。哦。不管怎讲，来真正真要叫人怕伊的，我这做人老母，加减嘛是爱替负责啊。好，咱要负责。好，咱别搁讲啊。我含伊入去啦，你先回去休困，陪伊拿沙，我跟你坐车回去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就安尼啦，行行行，这里哦。沙啊，各人讲唔听。哎呀，恁沙应该是因为嘉瑶做遐个代志啦，心内袂得过啦，好伊去啦，哈。你先坐休困。你工作还阁会听无？哎，啊，就算会听嘛，不要紧，我这么勇呢，啊，一点点啊听哦，无算啥啦。我知你讲这话是为着要安慰我，可是这件代志真正是嘉瑶伊指使的，然后我对你哦感觉足歹势，我有影是一个失职的老母。实在有够见笑的。像做那你卖安尼想啦，那真正是刘家瑶做的哦，我要怪嘛怪伊，哪有可能怪你？啊，不过伊是我生，我当然要负责任。伊做唔对代志，这就代表讲，我就还蛮敢惊的。坦白讲啦，我对这个好消息感觉就无奈，好听话。歹听话，我全部拢讲啊，伊是一句拢听袂入面。对这个学生哦，真正不知要安怎才好。哎呀，这跟你无关系啦。啊，囡仔伫咧成长进程哦，是你伫饲，你伫教不对啦。啊，不过大汉知影是非以后哦，因着爱为着因家己的行为哦承担责任。哎，其实我感觉哦，你做得真好呢。那无你哪会嫁出像嘉纯还佮有嘉玉这么乖、佮这么优秀的查某囝？也不过，我是感觉嘉玉竟然变作安尼，可能是因为细汉时阵我佮伊老爸离婚，
阿姨婆爸爸踮伫伊身躯边，疼惜伊驾驶，今日唔才会惊骗你。哎，其实我唔是安尼认为呢，你们母代父子，其实你和佳瑶已经有够多啊，是家己也唔知影珍惜，家己学歹。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一定会为伊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。Kevin， 我就感谢你家己怎啊安慰我，啊，就准讲你受伤啊。你跑步去陪阮，一路安尼哦，我对你感觉愈歹势。啊，你那是感觉歹势，哎，用其他的办法来补偿啊。其他的办法？兄弟啊，我的意思是哦，我即马脚受伤啊，以后要出去食饭哦，可能真无方便啊，哎，啊。哦，哦，安尼哦，你无要紧啊，我两天替你穿便当。真是啊，真是啊。不过先讲好势哦，一直甲你的工作好为止，我会逐天去妹妹哦扎便当给你，啊，就当作是我替阮后生哦弥补你。啊，无问题啊！哎，假使若是逐工会用食着，啊，你替我传的便当哦，我好一半，好一半。哎呦，小姐，多谢你啊！啊，你妈安尼讲，应该是我给你说多谢才对。我即卖要想办法，互威廉甲所有罪拢打起来。上大的阻碍就是云嫂，所以我一定爱互威廉袂当去听云嫂的，而且一定要急甲，互伊为着要保护我甲小乐乐，愿意牺牲家己。周小安，有个是你啊，你真正是阴魂不散，到底要甲我滴到什么时阵？阴魂，你是会惊让你冤枉害死的人阴魂不散哦？吴有心，你给我点去哦！安怎你心虚啊？是不？你甲胖阮两个人进前认不起姓林，阮爸甲阮阿哥的名甲你有关系？现在进前一个一个拢已经互找着啊！你搁有啥物话通好讲？你这杀人凶手！我进前有干哪？你敢会当证明人是我害死？吴有心，你安尼开嘴合嘴，你讲我是杀人凶手，我是当告你的，做你去告。我就无咧惊你咧，我较想要知影真相，甲讨一个公道。拄好啊，我嘛甲你同款，我嘛想要知影真相，因为人明明就毋是我害死，这罪凭啥物爱我担？周小安，这种话你哪会好意思讲哈？这种够袂见笑。吴正义，那真正要比袂见笑，我哪会比会过恁啊？啊，恁老家的人之前拢一直欺负我，即卖又搁爱我认罪，这王姐啊！我到底是害死谁？还是讲你有啥物人亲目睭看到我害死人啊？周小安，你家己做过啥？你心内知知。虽然讲阮无亲目睭看你杀人，啊，不过证据也讲话，所以我可劝你一句啊，我紧带潘伟廉去投案。我相信你嘛知影，自首会判较轻。为着小乐乐，你想好是考虑一下。真正讲你真有够好笑诶！你俩总安尼做，第当替吴淑娟讨回公道啊，是吧？你若真正要讨公道，应该爱去找吴有心因母仔才对啊。因为吴淑娟在世的时阵上讨厌的就是因母仔，尤其是去刘佩英。我阿哥开始真讨厌我阿哥阮妈，啊，不过伊进前因为烦恼，阮妈会影响到你甲阮爸的家庭，三番六次找我的麻烦，伊安尼对待你，啊，不过你是安怎报答伊的哈？伊在世的时阵安怎对待我，我就安怎对待伊啊。其实讲起来哦，阮感情阁算袂歹嘞，因为伊较介意我，我介意恁妈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周小安，你有袂讲？自从你来阮家做看护了后，阮妈就甲你看透透啦。不过就算阮妈阁较安怎讨厌你，嘛因为你嫁予我阿舅，我妈就甲你当作五家的媳妇看待。结果嘞，你煞颠倒甲伊害死，你敢还阁有良心？恁真正是有够烦的，
沙沙姑姑，讲人是我太死，到底是啥的啊？啊，你不是拢已经报警啊？那你得交予警察去调查就好啊，无需要恁当只为神仙判。那是你，潘伟林嘛走袂起来。潘伟林是潘伟林，我是我。恁伫个水池内面找到的是潘伟林的手表，不是我的，跟我什么地带？周小安，你敢袂记啊？你相片翕着恁两个，就算你现在想要辩解，也已经袂赴啊！哎，我讲几个，迄天我只是甲潘伟林伫病院拄啊好拄着尔。他是讲安尼拢会当做证据，那恁迄天伫病院所有的人，是毋是拢应该接受调查？周小安，你哪会这么搞辩解哈？好啊，不要紧，那恁咱就来开记者会，让大家拢知影你的真面目。我是说记者会比恁搁较少啊。但是恁真正要开记者会，好啊，我嘛会当奉陪，予全世界的人拢知影恁到底是安怎糟蹋我，安怎欺负我的。尤其是你啊，吴有心，你规工在找我的麻烦，是不是因为恁爸死啊？你唔甘愿，啥物拢无摕着啊？我本来就啥物拢无的。周小安，你虽然得到一切，你暗时在困的时阵，敢看会起啊？拢袂做恶梦，你一个人时阵，敢拢袂惊？我有什么好惊的？恁全部的人拢跟我走，这是我的病院。恁若是敢不走，我得随叫警卫，把恁赶走。你不要做假，赶阮走啦！我对这话也袂讲啥，周小安。你用阮爸的钱的时阵，拢袂感觉不安。你唔若害死阮阿哥，佮害死阮爸。吴有贤，你一定咧无聊啊！今日我一定好好教训你一辈计生查某。你来到遐尼苦啊！我跟你讲，恁今日安怎对待我，我绝对拢会记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交过乡里。阮绝对会等你，啊！不过伫遐进前，我是搁恐吓你一句话，赶紧去投案。我若无等警方把你抓到啊，迄就是歹看啊。无定，伊就爱这种大场面啦。周小安，你的报应要到啊！你是凭什么来对待我？凭什么？答案，我的答案，答案，我的答案。好耶，你真正唔够好笑诶！你把家己的人生交予一只王来决定。我即马都无阿多思考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做才好啊！我的答案。威廉啊，你听妈妈讲的，你千万唔通一个人哦，戆戆甲社会侪拢安尼搭起来，都亲像进前你所讲的啊，就算讲迄粒表啊，顶面有吴淑娟的头毛，还是讲迄相片翕到讲你甲小安做伙，迄拢唔是直接的证据，都无人会当讲哦，你是杀人凶手，知无？妈，你真正就搞自欺欺人的呢。调查遐物件，算是间接证据啦。要唔过全部合起来，买当证明周小安甲潘威廉涉嫌重大。啊，即摆涉嫌重大是安怎？只要威廉哦，啥物拢卖承认，爱警察要哪安怎？敢会当硬甲威廉关起来哈？迄是你家己咧想诶。啊，警方哦，用家己诶判断方式。我看啊，叫潘威廉这种低闹个性啊，绝对会让周小安牵着鼻子走。你就等你看。威廉啊，你哦千万唔通听小欢讲的，你爱听妈妈的话，你知无？哈？哈？你知无啦？哈？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，我唔知道啊！周晨，你哪会遐尼啊狼狈啊？天啊，怪不得！小安，你头毛，你面，你手来受伤啊！好，来来，坐来，坐来，来，来啦！
啊，不是那个吴又新。吴又新，今仔日伊走来找我的麻烦，伊唔但是给我欠下，佮对我起卡难处。我因为带小乐乐伫个身躯边，就甲讲囡仔会受伤，会去惊着，所以我就拼性命伫个保护咱个囡仔，所以就互伊摔倒，佮摔到遐尼啊凄惨。这哪有可能啦？以我吼对优心的了解，伊毋是主动会去伤害你，还佮有小乐乐，你是毋是都为母唔对去啊？伊当然嘛袂伤害你。伊会伤害我，是因为我甲伊妈妈的关系，所以伊就怨恨我诶。而且，伊今仔日佮美兰囡仔是杂种，佮我甲小乐乐根本就无资格继承吴志成的一切，爱我甲所有物件都轻易。真正是有够可爱，我要生起来干来？另外，我不要紧，你在想啥鬼啊？我今麦在嘴上笑。哎，我你喂，无路用啊！伊今麦知影，咱就得要互抓去关啊。而且，咱嘛得要有所有啊，所以因根本就无咧惊的。咱咧走去找枪声，根本就无路用。我上唔甘的，还是咱小乐乐啊！乐乐，咱小乐乐的爸爸妈妈，那是拢变做杀人犯，互抓咧闭关。到时阵，一定会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儿。你知影，吴又新遐个人，可以安怎欺负伊？我真正就烦恼的。那这哦，你放心啦，有我伫的哦，我绝对袂让人欺负小乐乐，袂让小乐乐受委屈啦。你都已经几岁啊？而且你身体阁遐尔歹，是会当保护小乐乐到啥物时阵啊？小乐乐，爸爸妈妈对不起你，阮做唔对代志啊，才害你遐尔细汉，才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躯边，阮真正。我真的很不甘你，就不想要离开你的。阿姆哥，我无法度。是啦，啦是啦，我可怜的囡仔。周小安，你真正唔够个搬戏的。无怪之前吴志成哦，拢互你骗到玲珑色，真正是有够傲的。我才无咧跋戏，我是真正最唔甘我的囡仔。你还要做人爸母，你根本就无可能了解我的心情。乐乐，妈妈真正就爱你耶。但是妈妈不得已，一定要离开你的身躯边。我拜托你，一定要关照妈妈，好不好？
小安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小乐乐离开你。哎呀，威廉啊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两个，哪会强烈爱怪，不如就牺牲我一个人好。至少你伫外口，可以当保护小乐乐。威廉，威廉，你敢真正愿意牺牲你家己来保护我家己呢？为着我即马，把家己出这条路当行。不行的，我唔答应。威廉，妈妈唔是跟你讲过，讲你卖戆戆啊，一个人把所有责任拢担起来。即马还无到最后的关头，无得卡阁有机会，你千万唔通这么简单戆戆就去承认讲，迄所有一切拢是你做，你知无哈？妈，已经袂赴啊！你看潘威廉的表情，就知伊已经闻到周祥爱胡阿嘴啊！伊绝对会乖乖听周祥爱的话，去替伊打嘴。威廉啊，你让妈妈拜托好无？你莫这么冲动啦！你千万唔通这么冲动，咱会伊阁想办法，看要安怎解决，拢会赢哈！阁有啥物办法？即马证据已经一个一个拢互找出来啊！而且落街人也无可能会放阮煞。上可怜的，就是咱的小乐乐啊！唔知影爸爸妈妈互抓入去关以后，伊阁会拄到啥物款的代志？威廉，你放心，小乐乐，妈妈会好好甲保护。你甲你家己保护好势，千万唔通感情用事啊！哈，我就讲过啊，周小安是一个恶毒的蜘蛛精，伊绝对袂放潘威廉煞。小乐乐，这就是你的命。爸爸妈妈若是去红馆以后，你就要认命，乐乐，乐乐，威廉啊，你有妈妈拜托你，千万唔通做这种戆代志，妈妈拜托你好不好？潘威廉，你还想我清楚，你千万唔通做这款代志好不好？你听妈妈的话啦，威廉啊！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为着小安、够小乐乐，把这所有的罪拢担落来。威廉，威廉，你让妈妈拜托你，唔能做这种戆代志啊！啊，我答应过小安，会保护伊母仔，所以，因就是我一世人的责任。我是一个查甫囝呢，我一定要负责任，我爱保护因母囝。你莫阁看看我，你进前已经有前科啊！你若是阁加一条杀人罪，我惊你用掉伊怪出来了，因头毛吹就白啊！你考虑我清楚无？我已经考虑好啊。你莫阁讲啊！为着小安和小乐乐，我会把这所有一切、所有罪拢担落来。威廉，你敢真正确定？你敢真正决定要安尼做？我决定好啊！妈，麻烦你照顾一下小乐乐。我跟小安各打几杯工。喂，这摆代志哪会变个安尼？哪会变个安尼？
威廉也是跟我去饮醉，时间已经过外久啊！威廉，威廉，我绝对袂当让威廉叫两个月，袂用的，袂用的。三餐是袂袂歹，哇！来咱看夕阳，而且还有物件通食，我真有够赞的。你这个安排袂歹哦，希望你能继续保持。你是当面的，我一定好好继续保持落去。只要老婆你心情好，我就欢喜啊！来，啾咪。哎、欸，哥，你的表情哪怪怪啊？啊，看你一干这样痛苦，你是不是生痔疮啊？哥，你的面甲手哪会拢受伤啊？啊，你手搁擦了药，是毋是有咧疼？哪会安尼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哥，我带你去病院啦。没，你哦，替我把血包摕来就好啊。哦，摕血包？啊，我出去，我出去。找人来拍我哈！我今仔日哦，若无我甲你教死哦，我真正好不。哥，哥，你还好好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啊，哥，你无代无就搞拍我，我也不做唔到什么代志，你是安怎变安尼？哎，你有痔疮啊，你唔通动作这么大啊？讲什么笑话啊？啊，我互人绑啊，手受伤啦，啊，脚嘛受伤。腰嘛受伤，你哦，搁伫假，根本就是你偷偷啊，找人来甲我拍啦！我哪有啦？我哪有可能安尼做？我不可能找人去甲伊拍好无啊？我找人去甲伊拍，对我有啥物好处啊？哥，拜托啊，这无进无过代志哦，你袂当安尼侮辱我，还对我做无公平。别跟我对视啊！唔是你，还是谁？我知影，即摆因为竞标的代志，啊，所以对我不满。啊，我知影是我做唔对啊，害袂着招了遐尔侪钱。不过你嘛袂使因为安尼弄个所有代志送来我遮啊。我知影，你就是去讲，我讲要甲你的总经理换掉，你就扣分，所以你要找人来拍完。我真正无安尼做啊！不太可惜哦，你喺建设公司哦去甲人抄代志，抄无好势，啊人无欢喜，人家会叫人去甲伊拍的。哦，想袂到你这科阁真正够找理由咧哈！明明是你找人来甲我拍，啊，讲到秘书是我家己的问题哦。我恁爸真正是好垃圾！啊！我的脚，我的腰，啊我！哥，你哦，拢拆到安尼啊，你坐啊休困一下啦，有啥物代志哦？哎，咱慢慢讲。我相信这应该是误会啊，才有那有可能找人偷偷去对付你。客路啊！到底社会行达这么久啊？有甚么人会来找我麻烦？我敢会唔知影？今仔日杨三太甲杨啊，走来找我，讲因为哦刘佳瑶这届哦竞标最后失败，伊怀疑我是代工，所以因就好心过来提醒。好佳哉哦，因有来找我来救我，若无我真正哦，何遐个人啊怕死啦！佳瑶。哥讲的敢是真的？你应该袂做出这款代志吧？我当然嘛，无可能做出这种代志啊！拜托，咱是一家伙啊，我哪有可能对恁哥安尼做啊？对无？哼，一家伙啊！你敢讲，我讲唔敢听嘞。哥，你明明知影有三大跟我是死对头，一直拢爱想办法要来陷害我，是这种破坏你对我信任。啊，你无愿意相信我的准度煞。不过，这一件代志，你嘛爱想用这个头壳去判断一下，哪会使人讲啥，你着信啥，阿红牵咧行。嘿，刘佳瑶，我早就看清楚你这种人啊嘞，哈，敢做唔敢当啦？
像你这种哦，不分是非的人，竟然叫我判断是非，哼！哥，我真的是输了，我到底是倒位得失掉，你是安怎，你要处处讲理我？好，我今嘛就讲给你知。第一，你工作上，你袂晓吼用心去经营卖场，想空想胖，甲人竞争水果。目的不是为了买好的水果回来卖哦，是为了吼恶意比价，和江慧君用了钱的价钱来标着。这代志不是安尼。我要讲啥？第二，在感情上，你根本是利用客咯。这一天哦，你根本无在关心阮客咯，逐天走去甲大指头啊哦，算账话。现在带客人去看一下夕阳，他就感动到这样，你敢知道我看了我心里疼的，你就是把客人安排好就没事了。你知道我跟你说，我很诚实，我就信你这套了。你听我解释，一开始的大指头真的是对我们的卖场，就是要投资我们的卖场，所以我不知道跟他往来，谁知道后面他说变成一直在公共地，我嘛过得足痛苦的，好无啦？而且我嘛足尽力咧保我家己的清白，我拢已经做安尼，到你安尼误会我，我真正感觉足委屈的。委屈？我看你伫笑上恁前某曾思思啊，那无哦，今仔日若不是迄个大指头啊，甲曾思思的身躯哦霸占去，你早就唔知影会用什么恶毒的手段，甲伊解决掉。那无，奈参就今嘛，逐天甲伊连做伙。你根本是在欺骗阮客咯！伊外口哦，在偷食。无啦，我无可能安尼做个啊！我真正足爱客哦，而且伊只妈妈到底哦，要靠我囡仔咧，我哪有可能安尼做？刘正耀，你这人不管是伫工作上还是感情上哦，予我足讨厌。我今仔日实在无法度去忍受啊！我跟你讲，即个我一定会把我的资金拢抽回来，顺便把卖场哦拢乖乖的。哥，哥，你莫安尼啦！我所有的钱拢投资第一个卖场啊！你若是把资金抽走，我还损失出严重的呢。客哦，你听哥哥，今嘛你若随甲刘家离婚，乖乖回去美国，把囡仔生下来，好好接受治疗，你所有的损失，哥赔偿你。哥，我是真心的爱佳瑶的，我嘛知影伊无可能会反背我的。你家迄个大日头来哦，拢是为着想要赶紧把卖场业绩做起来。我知影这样嘛是足无奈的。无奈？伊花迄都袂付哦，哪有可能无奈？哥，我就来跟这样的，你无可能去爱着迄个大日头啊的。佩若，你听哥讲，你着乖乖回去美国，吼、哦，你敢知影？你无看到的时阵哦，伊直直陪哦，做甚物袂结账的代志？辉弟，这次我决心啊，袂瘾搁投资啊，月底吼就甲卖场收起来。哥，你哪生安尼啊？客人拜托，甲你搁苛刻一下啊。哥，拜托你，搁给我一次机会啦，卖场我一定好好甲伊做起来。客人，你莫搁讲啊，我已经给伊真侪机会啊，这次我绝对袂搁软心啊。哥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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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是，哎呀，那是安怎？那向头讲啊！来来来，等你面色好困啊！唔免啦，我无代志。我拄则是为着要帮哥改变心意，才继续那么爽快。哦，你无身体无爽快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是讲拄则恁哥真正是准备要搞变我死的啊！对了，你是前吗？难听恁哥的话，阿弟亏我嘞。你放心，我是绝对袂离开你的。
我嘛唔相信你会甲迄个大只头啊做出反背我的代志。我当然嘛唔敢反背你。哎呦，虽讲迄个大只头讲话外表是真丝丝，不过因根本就是两个人。搁再讲我家己嘛做清楚，我甲真丝是永远无可能啊。因为我即马上爱的人就只有你尔，我今日想要留你伫身躯边好好照顾你，所以 Carol， 你袂使跟我离婚，我袂当无你啦。你别烦了，我是绝对无可能跟你离婚的。你有这里放心，等奶宝宝出世。听你来讲，我就放心啊。好啦，虽然讲你无爽快，不过你也是在休困，毕竟你今仔嘛出去外口几工，已经嘛忝啊。好啦，你先坐休困啊。叫你娃，是向哥传简讯给你啊？我妈，就讲我为什么要用这款手段来对付恁哥？我来恁哥向派的时阵哦，我妈嘛在遐现场。唉，看起我妈是永远无可能原谅我的啊。恁妈明明就拒绝阮哥的追求啊，阮哥说规工还是想要黏在恁妈身躯边，真正不知伊在想啥。啊！不过话讲倒转来，阮哥明明条件遮尔好，想怎恁妈会拒绝阮哥的追求啊？啊！恁妈嘛是足奇怪呢。哎呀，你感情的代志出歹讲的啦。啊对啊。哎 ，Kira， 若是你当同意恁哥跟我妈做伙，无得讲，恁哥特别逼我跟你离婚啊。